外面的那个洗衣机很吵，就大家就开大声一点，请见谅，因为我们满家在洗衣服。对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今天要拍一个吃四星推荐饼干的下集。然后如果你们还没有看上集的话，可以点右上角左上角去看。现在要来补充就是上集没有讲到的饼干的，我就接续上集的第六个开始。那第七个就是这个摩卡咖啡的脆卷，它是这样一只一只的。对，然后它一盒有三包这种大包的，它你去 Costco 买就可以看到。然后它里面是很浓的咖啡的内馅，然后它的外层是很脆的饼干，然后融合起来就是绝美。哇、wow. 第八个就是这个草莓式的爆米花脆片，鲜甜口味。它的原料有玉米、雪米油，然后糖跟食盐而已，超单纯。可是它真的很好吃，它是三角形的脆片。跟多利多汁是一样的三角形，但是它的口感是不一样的，又比较好吃，它是爆米花的口感。它的口味是鲜甜的，对，好吃，我很推荐你们去买。对，我要再加一个，很好吃而且很便宜的，我真的很想推荐你们去买，因为它真的很便宜。它就是这个印尼炒面，对，它是，它的面是那种细细的。它应该是油面嘛，其实我也不知道。它真的很好吃，然后它才10元而已，你们可以去买，然后吃吃看，我觉得还不错。但是它的口感，它就是很好吃，但是我不知道怎么，就是说明它的那种口感。对，我们可以去试试看。对，这一集跟上集的饼干都很好吃，你们可以去买。对，然后这一支影片就到这里结束了。如果喜欢的话，记得按赞，然后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订阅，然后也不要忘记那个开启小铃铛啊，才会收到我发布的影片的。那下支影片见啦，拜拜。